是最近虫也开始变多了，真讨厌。你看我今天就被蚊子叮了这么多包哎。对啊对啊，我也是超级讨厌的。哎呦，你没有往好处想啊，你们不觉得春天就是一个万物生生不息，太阳和煦温暖，适合读书写字的日子吗？哎，你们要听我说话呀。哎呦，风间你不要吵啦，你们听你们听，这是什么声音啊？哇，叽叽叽叽的，真好听啊！这个我知道，是鸟鸣叽叽叫的声音啦。Yeah.
谢谢。